接下来马上要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压轴大战，64公斤级的中外明星挑战赛。本场比赛5回合，接下来让我们率先有请本场比赛蓝角拳手 Blue Corner Russia。接下来有请本场比赛红角选手登场。His palms are sweaty, knees weak, arms are heavy. There's vomit on his sweater already. Mom's spaghetti, he's nervous, but on the surface he looks calm and ready to drop palms. But he keeps on forgetting what he wrote down. The whole crowd goes so loud. He opens his mouth, but the words won't come out. He's choking how? Everybody's choking now. The clock's run out. Time's up. Over. Loud. Snap back to reality. Oh, there goes gravity.There goes rabbit, he choked, he's so mad, but he won't give up that, is he know, he won't have it, he knows, his whole back's at his ropes, it don't matter, he's dope, he knows that, but he's pro, he's so stagnant, he knows, when he goes back to this mobile home, that's when it's back to the lab again, yo, this old rhapsody, better go capture this moment, and hope it don't be ready.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本场比赛场上对阵双方。蓝角选手年龄19岁，身高179公分，臂展181公分，战绩70战60胜。他就是来自俄罗斯的阿兰·胡加耶夫 ，The Gunner from Russia， 阿兰·胡加耶夫。红角选手年龄24岁，身高175公分，臂展175公分，战绩94胜20负，曾获得2016A7全国锦标赛冠军、2016A7哈萨克斯坦邀请赛冠军、新疆国际邀请赛2次冠军。他就是来自中国新疆拳手阿卜杜热伊木麦铁。本场比赛场上裁判浪力军。好的，观众们大家好，观众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18大房地产世界拳击联赛 WSD 明星挑战赛天地战的比赛。那么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最后一场比赛，64公斤级的对抗。我是今天晚上的解说吴声，跟我一起搭档的还有我们的鹏鹏体育高级顾问李坚老师。李坚老
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我们老朋友叶晨老师，叶总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这是由红脚选手来自中国的阿布杜的伊木麦麦提对阵蓝脚选手来自俄罗斯的阿南胡加耶夫的比赛。那么这是我们今天晚上最后的一场比赛啊，两个选手的这个业余战绩啊，战绩都非常的显赫啊。阿布杜热伊木麦麦提呢，战绩是94胜20负，然后阿兰胡加耶夫呢是业余战绩70战60胜，然后职业战绩5战全胜。这场比赛是我们天津的 WSP 明星挑战赛的最后一场对战了，是64公斤级的两名选手对阵。对这个比赛，从比赛经验来说呢，我们看了一下资料呢，还是来自咱们国家的新疆的选手，这个麦麦提呢，经验打的大战是更多一些啊。是的，啊，俄罗斯选手很年轻，才19岁，但是他很年轻，已经打过很多场比赛了啊，19岁，就是业余赛有过70战60胜的这个好成绩，那目前职业战绩是5战全胜。这个级别的运动员呢，打比赛呢应该说是比较好看的，一个是节奏很快，速度很快，然后呢出拳的力量也有，是吧？对，力量和速度兼备。我们放在最后一场比赛呢，也是想给大家奉献一场我们今年 WSB 明星挑战赛首战落地天津的一场精彩的赛事。好，现在对方追身的组合，麦麦提的摇伞还是非常的灵活啊，是的，啊，基本上比较快。打了现在的身体的协调性很好，非常好。打了现在的这名俄罗斯选手呢，基本上没有摸到击中啊，没有击中。现在两名选手都还在不停的摸索对方的打法，都是处于一个热身的状态，都没有拼得太过于凶猛。但是两个选手的经验还是非常丰富的，打过多场比赛，所以说不会太着急跟对方去硬碰硬啊。而且现在来看呢，两名选手打法是很相近的，都是出拳比较快。啊，节奏比较快，啊，进攻的速度也比较快。我们看到阿布多尔伊木的这个摇闪确实非常灵活啊，对方的这个组合拳和摆拳都没有打到他，基本上打不到他，而且他的这个步伐啊，你看，对，步伐变化也是非常的多啊，很难能够抓住他的这个闪躲，对对方出拳的这个预判，也非常准确。双方的拳还是都是阿布杜热伊木的，来击中了，经验比较丰富。好，连续，我们看连续，这就是经验啊，经验，抓住时机啊，一点不松，一点不松手啊。打摆拳，所以说打大战的经验呢，这个阿布杜热呢还是比对方要多啊。对，而且和强手也过招，是吧？那么在去年和前年呢，参加过这个哈萨克斯坦的这个邀请赛啊，获得过这个级别的2次冠军啊。啊，在新疆国际赛也是拿过2次冠军，强国啊，能够在哈萨克斯坦的邀请赛当中能够夺冠，这个实力不容易的，不容易啊。那么这名选手呢，也参加过我们去年的中国拳王赛。哦，后手之前没有打到，啊，基本上已经打了，对吧？双方都在发起，防守打开了，对攻，两个人的组合拳因为摇闪的速度都很快，都没有太多的命中啊。这个很关键，这个铃声响以后。对阿兰胡加耶夫来说是一次救命的铃声啊，救命的铃声啊！我们看这次进攻，基本上到后半段啊，这段时间他已经崩溃了。对，阿布杜热完全的打进去了。好，这个前手刺拳是顶到了阿布杜热。击中。哦，后手拳对这拳打得很实，又来一下，两下后手重拳。重啊！对方的这两个人都在互相拼，都在拼着对方的这个灵活度，灵活的摇闪。结果发现是阿布杜热伊木的这个摇闪做得更好一些。那应该说我们的这个前面的这一场，就是赞巴麦麦提和塞尔赫卡尔涅的这场，以及我们最后第五场，这个质量都非常高。好，第二回合即将开始。那么我们这个明星挑战赛呢，就是首战落户天津啊，在后面的12月份呢还有两场，一个是在12月1号在福建的漳州，还有第二场比赛。那么12月28号在厦门还有一场这个明星挑战赛。是的，啊，你看第二回合，这个阿布多热的这种步伐，确实让这名俄罗斯小将们抓不到头了，对，抓不到，打不到他，急啊，他打得非常的难受，他的心里也是非常着急的。
因为在拼摇闪过程当中，对方比自己更灵活，对，对方打到自己，然后自己打不到他，就非常非常少。阿布尔伊木呢，应该说打移动打得非常好，是吧？在移动当中，防守在移动当中伺机，哎，你看机会，是机会一出现，马上是毫不犹豫啊！刚才这个上勾拳确实是非常漂亮，后手拳又后手拳命中，打完就撤开。因为对于俄罗斯小将来说，这个闪躲，是吧？距离控制的也很好，闪躲身体的协调性、柔韧性也很好。刚才的这个摇闪啊，在自己在卫生边其实一个不太好动的位置，他马上就能够彻底出来了。对，是的，很快就能已经是顶到了卫生边啊！哎呦，小心小心小心！这就是啊，五秒了，五秒了，这一拳很危险。是的。前面摇闪都摇得很不错，但是对方抓住了大意，不能大意，不能大意。这说明对方的这个后手重拳是大力拳，有力量，有力量，有力量。哇，这一下就有点玩脱了。所以我说这个这质量很高啊，两名选手都是水平很高的，战斗民族啊，俄罗斯。哦，现在破防之后，感觉又挨了一下后手重拳，后手的直线命中之后，阿布多伊莫要继续坚持下去，但是我们还有一分多钟，有杀伤力。是的。要缓过来，慢慢的缓。这个后手打勾拳，哇，这就是刺刀见红啊！对，反击反击。是的，这一下就优势就有点出拳没准备，对，放给对方了，让对方这个阿兰掌握了整个这比赛的节奏了。阿兰是很会抓机会的，知道你这重拳一抛啊，对，绝对不放过啊，他不给你喘气就低啊。好，上勾拳击破，对，出拳过低了。但是阿兰就是这硬碰硬的过程当中啊，只要这个阿布多伊木在后方缓，还是很难想突进去的。好，漂亮，漂亮！看来缓过来了，对，缓过来了。哦，又来一下，这个摆拳，左手摆拳，后手直拳，反击，是的。哇，现在他也不摇伞了，更不摇伞，也在拼了，对，阵地战。因为刚才摇闪摇闪，虽然说前面效果很好啊，也对对方的心理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但是被对方击中了，重拳击到了一次之后，他还是没那么自信的啊。前面打得非常自信的，打板了，十秒了啊，十秒，对，阿布多热伊木麦麦提还是通过自己的调整啊，把这个节奏慢慢的拉缓啊。啊，这个回合太精彩了。是的，对，只能说前台上的还情况还是瞬息万变的。每个选手都想在擂台上啊，但是表现出最好的一面。然后，阿布多瑞伊木对自己的摇闪非常的自信，多来了几下摇闪的话，效果非常的不错。但是呢，对方抓准了一个机会，一个后手重拳，直接命中五秒之后，他就没有再过多的使用摇闪了。看我们这个慢动作，这一拳打得非常直，清晰的看到啊，这一拳是打到了这个左侧的颈部和下颌，这个是非常脆弱的地方。那么在那之后，阿布多热伊木还是加强了自己头部的防守。对，不这么做的话，多次命中可能会再次被堵秒，所以他的战术选择还是正确的。调整的还是比较快啊。对对对，一个是及时的控制住对方的这个猛烈的攻击啊，防护做的还比较严密，缓的这一下很重要。好，第三回合开始了。现在阿布多人一波，哦，又是一个后手直拳命中啊，是特别要防对方的摆拳啊。对，要移动移动移动啊，不要再跟对方拼阵地战了，拼阵地战。他这个阿布多人一波的有一个风险在，他的拳价还是有时候低了一些。对，对方拼阵地战的话，我感觉明显感觉阿兰手比较低，对，啊、命中更高一些。保护就头部保护，如果对方突然偷一拳啊，这很明显。是的，而且他每次打的都是后手重拳啊，直拳，杀伤力是很大的。现在对于阿布多热伊木来说，他更多的还是继续要做移动。他前面第一回合怎么打的？移动做的非常好。是的，他前面该怎么打，现在就应该怎么打，不要跟对方去拼阵地战。因为拼拳的话，我感觉组合拳里面对方是更占优势，对方的精准度更高一些，而且是对方的后手的摆拳啊，后手拳比较有杀伤力。是的，杀伤力很大。对，这样移动是对的。没错啊，这个摆拳也是很危险，但是拳架要上来，要去头部防守啊。哦、你看他那个现在拳架太低了，放下去了，你看完全放下去了，两个手都放下去了。他想还是通过移动来控制对方。哦，你看又被对方打个迎击，这个小心。
对方的迎击啊，对方的迎击抓时机是抓时机的能力还是很准的。我们的运动员呢，这个很多啊都是对这个承架保护啊还是过于疏忽。是的，你看一个承架低，还有呢有的是双拳完全放下，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啊。他因为他要做这个摇闪做动做移动的话，做脚步移动的话，他就自然而然的把自己抱架给拿下来。因为他不跟对方拼，他不跟对方拼拳的话，他就有这种意识把自己的拳拿下来，这是很危险的。其实抱架的话，一定要保持。确实，他的风险全是出在这个低抱架上。是的，刚才那个抱架前面那个回合被击倒，就是因为自己抱架没有做到位，被对方一记重拳打中头部吧。对，对自己头部的防守啊，是移动的话，这个拳抱架还是不能拿下来，还是要放下来。上勾拳，大家后期你看对手阿兰库加耶夫的报价，我们看一直在上面，所以他打穿了还可以，打不穿他基本上没有太大杀伤力。是的，所以我感觉这个阿布多尔伊木更多的是打这种打点数的打法，他的重拳可能没有对方的杀伤力。对这种习惯呢，很难调整过来。是的，他因为他打的更多的就是那种带护具的这个奥运式这种拳击比赛，他打的就拿点数，他就是通过一下一下。这两年呢还是有比较大的改进了，包括在去年和前年参加哈萨克斯坦的邀请赛和我们这个中国拳王赛都算职业打法，逐渐的适应一些职业打法。对啊，对，这种报价低的这种游走方式啊，在业余拳击就是在奥运拳击台上经常看到。对的，那但是他的整个训练的方法和体系有些让运动员他固化了，那么有意识的他会调整把报价抬起来，但是呢在比较多的回合数当中，或者说在这个比较激烈对抗当中时间一长，或者说自己受到重击以后，这种意识就淡了，他很多时候是下意识的报价。对，而且我觉得阿布多尔伊木他这种打法的话，他更适合是身高占优势的时候以高打低，用这种方法是比较好的。但是这种情况的话，对方比他还更高，臂展更长一点的话，而且重拳杀伤力更强一点的话，他这种打法就有一点控制不住啊。对，场面上面有一点压不住。所以我们也希望在今年12月份还有两次这个明星挑战赛的赛场上呢，我们的运动员能够总结我们首战比赛的很多经验，能够在后面两站，在漳州和厦门的两站明星挑战赛当中啊，能够更有好的成绩、更有这个更多的提高。他拳的力度还是需要一点加强啊，因为对方这个一拳命中了，跟这个阿布多尔伊木命中一拳，那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他的这个移动和摇闪上，你看这拳架，对，完全没有、还是完全两个手就放下了，几乎都放在腰以下了。你看对手，这个你这个时候是一旦被对方啊捞中一拳啊，马上嗓门形式就出现逆转。对方也在不停的追着这个阿布多尔伊木。他的闪躲距离控制和他的身体的协调性能够很好的通过移动和闪躲化解和防范他的进攻，这也还是有他的这个也优势的。是他打法就是这样，把这个报价提高一点，对对方的这种突然的进攻和中近距离的这个进攻啊，就会起到很好的这个防守作用。对，第二回已经有过教训。对啊，被打了多秒就是那一下。对，其实两个选手这个选择是不一样的。对于阿兰来说，他更多的是想通过自己的重拳将对方击倒，形成这个 KO 之势。然后对于阿布多尔伊木嘛，他是更多想在对方身上拿点。对，两个人追求的这个目的是不一样。所以说，职业拳击他追求的因为这个阿兰是已经转到职业了，对他打过五场职业拳击，但是不一样的。所以他的打法呢，就是职业的打法。是的。那现在对于阿布多尔伊木来说，他还是有很大的挑战。虽然说他的脚步伐确实非常的灵活，非常的好看，但是实际上被对方抓到一下的话，你这个前面即使形成再多的这个步伐优势啊、点数优势啊，都是直接一拳化成泡。刚才又危险，对，一旦被对方堵住啊，这个就很麻烦。是，而且这种打法呢，如果你要是
在这个五个回合，我说如果真的打职业赛十回合十二回合的时候，到后面有点走不动了，撑不住啊，你不管怎么游走都要堵住了，你摇伞再好那摇不动也闪不动啊，是啊，摇不动闪不开，这就很麻烦了，他的这个他就完全是要靠抱架是吧，贴身近靠搂住对扛住来遏制和化解对方的进攻。是的，他的这个重拳啊，以及他的这个配合上面，还是对方的这个重拳杀伤力更强，他的后手直拳是时刻都有着对面门的威胁。没有破防，对方的抱架一直抱得很高。好，左后拳，后手这么近的距离还不没有抱架。对，哎呦，你看，你看这个，又来一下摆拳命中，击佛也是还了一个摆拳，但是没有达到。哦，这个摆拳，拳不错。看到我们担心的事发生了吗？对，要小心小心。后手直拳打中了，后手拳打中了。第四回合比赛结束。还是说的那个问题啊，报价过低了。对于两个选手目前来说体能上面没有出现太多的问题，但是对于阿布多尔伊莫来说，他这个局势他需要改变的话还是有一点点困难的，他因为习惯性的把报价拿低，所以他的头部防护就是自然而然的会做得不到位，看对方的这个后手直拳随时都在威胁着阿布多尔伊莫，阿布多尔伊莫更多的想在对方身上拿点，但对方想将他 KO， 所以说这两个选手的选择是不一样。我们说在我们国家运动员当中，新疆籍的运动员的这个比赛机会还是蛮多的，所以我们看虽然年纪不大，但是呢场次很多。是的，这是他们的新疆选手，也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强队之一嘛。但是呢这个比赛越多，其实我们看像阿布多尔伊木呢，他打过这个100多场比赛了，100多场比赛呢更多的是奥运体系的打法，所以这种场次越多给他形成的这种奥运体系的打法的习惯，这种习惯和身体记忆他会越强化的。对，你要他猛然改过来还是不大适应。对，是的，而新疆队也是这个出大级别选手比较多的这个一个省份，就是很强的这种大级别选手都来自新疆，还有小级别的话是我们贵州队比较强。哦，漂亮，移动当中后这拳打得不错，打得很漂亮啊。是的，这就是他的移动的优势啊。漂亮，哇，也是顶到对方的拳上面了，但毕竟啊，这个移动就打得很快啊，很快。可以刚才看见他这个摇闪是非常的、哎、非常的好，在围城面能够马上测出来，还是报价，报价啊。所以对于阿布多尔来说的话，他在后面的比赛一定要把报价的问题解决。对，阿兰就找他就行了。因为打职业，这是一个应该说是一个短板，短板。包括穆俊祥和周世明的比赛到第11个回合，也是这个问题啊，也是这个问题，就是周世明的报价过低，到最后你摇不动了，11个回合啊，你说我这是才打5个回合，对，他前这个有一个前手的迎击是打到了，但是这个力度啊，感觉还是明显不足啊，对方的这个拳的命中力、啊、力度啊更强一些，小心啊，后手重拳追身来了，赶紧移开，赶紧移开哦。这在互相背水一战了，这个时候就不保留体能了，最后一回合了，对，还剩下1分半钟，两个选手在一轮进攻之后也是贴身的教练，是的，那么阿兰还在不停地往前压，在不停地找着阿布多尔伊木的方向，然后随时准备着后手重拳打进来，哇，又来一下后手重拳，漂亮漂亮，这个打得很聪明，这个反击打得很漂亮，对，又来了一下组合拳的反击，后手重拳，这就是阿布多热的这个经验，是经验、啊、对，也还是有他这个经验上的优势，毕竟打100多场比赛，他的技术是扎实的啊，你看后面，哇，抱对方这个抱架确实很紧啊，他打不开啊，对于阿布多热伊木要想破防的话很难，对阿布多热伊木像这样的情况来讲呢，一个是他的经验场次以及这个技术的扎实，这是没有问题的，是他的优势，但是呢作为职业打法来讲，那么还需要在整个训练和今后的比赛当中呢，要特别注意一些防守的，对，还需要调整抱架的训练，特别头部的防守。哦，前手摆拳，前手摆拳，对，对方是阿布多尔伊木还了一个后手击腹，但是效果不是很好，摆拳没有打到，时间所剩不多了，两个选手都是感觉要爆发出最后的力量了，还有最后的十几秒钟啊，是的，还有最后一轮进攻啊，对。阿兰还在近身逼近，组合拳打过去，但是没有打到。哇，现在阿布多尔伊木的拳感觉命中率会更高一些，但是整场比赛结束了啊！这个比赛
这个压轴战啊，真不愧是压轴战，还是很精彩，给了我们非常大的惊喜啊。也很全面，而且呢质量也很高。其实阿布杜瑞伊姆今天的表现确实不错，他在第四回合第五回合调整过来之后，又通过自己漂亮的摇闪以及步伐控制对方，控制还是挺好的。但是呢他在第一回合因为对于自己太过于自信啊，被对方一个后者重拳独秒之后还是挺危险的。那么这是我们今天整场比赛已经全部结束了，那在下一周呢，我们会在这个广西南宁李宁体育馆呢会带来这个中国东盟拳王赛，然后在12月1号有一个世界拳击联赛的漳州站的比赛，然后12月28号会在厦门进行我们的 WSB 的这个明星挑战赛的最终的收官之战。那么这是我们今年的全部的 WSB 的比赛行程了，今天的这个开门红确实也是给我们眼前一亮的感觉。那么这场比赛的结果确实也是比较扑朔迷离的，两个选手进攻的方向和这个进攻的方式，还有他的战术安排都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这种偏职业性的打法，一个是这种偏我们奥运体系的这种游走型的拿点数的打法。那么究竟结果如何呢？让我们来看一下最终的比赛结果。接下来宣布本场比赛结果。Result of this bout, winner by split decision is Red Corner. 本场比赛获胜的是红脚拳手阿布杜热伊木麦麦吉。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厦门大唐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陈永宁先生为获胜选手颁奖。好的，谢谢，再次感谢颁奖嘉宾，再次恭喜我们的获胜选手阿布杜热伊木麦麦吉，恭喜。亲爱的观众朋友，2018大唐地产世界拳击联赛明星挑战赛天津站的比赛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让我们再次恭喜所有获得比赛胜利的拳手。当然也要在这儿为大家预告一下，2018大唐地产世界拳击联赛明星挑战赛漳州站以及厦门站的比赛将会在12月1号以及12月28号为大家继续奉献上丰盛的拳击盛宴，届时更多优秀的国内外好手将齐聚我们的擂台，更有奥运冠军亲情助阵，也期待各位的莅临。同时呢，也请大家继续关注我爱拳击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赛事资讯，参与精彩互动，赢取拳击定制小礼品。再次感谢我们的主办单位国际拳击联合会，承办单位上海博蒙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支持单位天津市拳击协会，独家推广单位上海博蒙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大唐地产，赛事官方装备赞助合作伙伴康瑞体育，赛事官方唯一指定用水福建爱德玛运动饮料有限公司，赛事队员合作媒体未来电视，赛事网络直播合作伙伴格斗迷，赛事票务合作伙伴大麦体育。同时感谢爱奇艺、格斗迷网、新浪体育、网易体育、搜狐体育、 YY 体育、中国网、一点资讯、中国体育直播、企鹅直播、百家号、触电新闻、今日头条等平台对赛事提供的精彩直播，谢谢大家，我是常子阳，祝大家晚安。接下来有请各位领导以及嘉宾来到擂台上进行留念，有请大家